刚才把搏击最佳，但是后来回来发现说好像两个没有戴他帽子吧，应该在后面还没来，我直接把他放生。哟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Challenge Taiwan 的会场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呢，想要来找几个选手快问快答，待会就要问他们有关于他们到底穿着什么产品参赛，然后今天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精彩的事情。那我们就等他们回来吧。恭喜伊利，超强的，还好。今天的成绩其实看起来蛮厉害的，还可以，就是不会太丢脸，很厉害。今天比赛感觉状况怎么样？其实因为就是蛮久没有针对就是三项去做训练，所以其实蛮担心说跑步会爆掉，但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后来是越来越凉，然后还洒一点雨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好险这样天气没有很热。那骑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风还蛮乱的，所以就很担心，就觉得天哪，骑脚踏车就要爆掉。可是回程的时候其实顺风，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越骑越有感觉，所以后半段我觉得我自己骑得还不错。听起来大家去程，我们刚刚找了很多人都说去程风超大，很逆风。对对对。那游泳呢，会有很乱吗？游泳应该因为我第二梯出发，所以其实一开始出去的时候还蛮空旷的，大概是追上第一梯的人的后半段才会比较开始水中浮。而且游泳应该是你的强项。其实游泳就是我也不会太强也不会太弱，就是没有什么练的话跟有练的话差不多，所以就顺顺的去游这样。了解，恭喜嘉豪获得一张冠军，超强！你刚刚完赛成绩超快，今天状况怎么样？状况吗？没有到最好，因为脚踏车后段就是追很猛这样。哦，自己觉得啦。你脚踏车这样均速大概骑多少啊？我没有去骑乘时，应该说骑乘时间。然后今天来回，我觉得都是逆风，去跟回来都是逆风。对，今天说对，然后我今天骑到223吧。哇，很快哎，90公里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说预计过去的时候要1小时10分，这样才把破自己最佳。对。但是后来回来发现说，好像两边的风都很大，速度上不来这样。对，了解。那你在最后跑步的路段呢？跑步应该是你比较强项的地方。对，自认强项，但是。就是我刚刚跑下去的时候，大概只能维持在350，就快抽了这样。我其实已经抽了，对，太僵了。大概2公里的时候就已经抽筋了，哇！然后我是又看我朋友在半路帮我加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是不能让他们辜负对我的期望，我就是就算抽筋，我就一直吃盐巴，沿路一直吃盐巴，吃盐巴喝水啊，然后倒水，所以补给真的很重要。我觉得差很多。你是在脚踏车段才第一，还是跑步？没有，我跑步。大概过了5公里之后，才追到第一名。对对，哇塞，真的是太强了。今天比赛感觉心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因为它天气还蛮阴凉的，而且一路上就是一直不断的飘雨。可是有一段很大太阳，早上10点、9点之间。对对，可是那只有一下下而已，后面就开始飘雨。对，因为今年的普悠玛113超热。我看很中暑。对，因为其实骑单车凉凉的，你没有感觉。其实我不知道我流那么多汗。我是看了照片，我说哇，我的背后都是盐。那你这次有穿防寒衣吗？有。所以你早上下水的时候还是蛮冷的。穿防寒衣穿心安的。可是我真的发现，就是游岸边一点，真的比较安心呢。因为不会被打来打去。虽然没有人很多，可是因为你看得到，如果定位很烂的人，真的就是。就是我，我每天都游岸边。好，就游岸边，可是要小心，因为其实还就是很吵。OK， 我们要来去报道啊！我是3687。好像没有戴他帽子吧？帽子，对啊，后面，可是帽子蛮重要，因为如果下雨，因为如果就是太阳很大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帽子。对，然后因为其实一直就是又有雨嘛，然后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帽子可以止汗，而且拍起来比较好看。对，就是不会头发变成一个消薄这样。那你穿什么品牌的防寒衣啊？Root 的。Root。对，我看铁人也是。对对对。那你今天有穿防寒衣吗？今天没有，我穿 Speedsuit。哇，那这样真的是很厉害。因为我比较喜欢水温低一点点的感觉。OK， 太强了，恭喜，感谢你。谢谢谢谢谢。恭喜大家完赛。跑鞋品牌，跑鞋的话是亚瑟士。亚瑟士。Evil Ride。对对对。
那补给呢？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补给策略？就是大概多久吃？补给我上次吃你上次给我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厉害对不对？不错不错，我跑步的时候就刻了一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应该多跟你拿一点啊。我看你是带尿裤哎，我带一整箱来哎，可是真的也蛮好吃的，好太棒了。然后最后你进终点前有抽筋吗？跑步路段没有没有，今天就是稳稳的，太强了，对，因为铁人赛要拍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表情管理。对，表情管理非常重要。那洛克呢？应该在后面。还没来，我直接把他放生。哇塞，太强了！今天还放那个摄影师。对。那你今天总成绩多少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也不知道可是应该大概550左右吧。五哦，那其实比之前还快。我的 PB 是545。去年11月的时候。可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天气蛮湿热。对，而且其实单车不太好骑，因为很逆风，很崩溃。希望我明天骑的时候不要逆风。可是不要出太阳比较重要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对，加油！恭喜一轮，加油！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位非常厉害的选手，来看一下他。Hello， 今天比赛比的怎么样？行。晚上成绩怎么样？在全局。Hello， 他都不理我。还有石头那你今天游泳赛段表现得如何？好吧，恭喜你完赛。